我们等白鬼这边连上线吧，他 OK 的话就会连线。来，白鬼要上了，我先帮他切换角色。OK， 好的，准备制作。好啦，我们今天来拼这一个啊，期望值一颗180,000钻。我们上一次已经做了20万钻失败，这次再拼拼看看剩下的21万钻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们就期望值做到就先停损，因为我们这次要做两颗嘛，所以总共我们准备了50万钻啊。上次大概拼了20几万钻，后面有买礼包嘛，所以到时候看一下他这个要能不能至少拼出一颗，或者很邪门欸，他有时候拼出两颗，会海底捞月这边给白鬼买。来，聊天室，白鬼老板已经连线了，大家帮忙点个赞，订阅一下，帮白鬼集气。林枪吗？这礼拜应该我都会开林枪吧，这礼拜没意外的话。帮忙一波七刷起来，大家集气一下，上个电视吧。走，没有。加油加油！有了，两颗，没有一颗而已。哦，中了中了！哦，有了有了中了，还差一颗，还差一颗，还差一颗。哦哦哦，再一颗，再一颗毕业。哇！上一次做了180,000做不出来，这次一下都出了，拜托聊天室一波六刷起来，快点！我们先刷紫色的东西，再捞我们直接捞多捞。还有，今天很好，很顺利，果然不能礼拜天做东西啊，六日做都很可怕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有了，哇！耶、yeah ！哇，今天。捞回来欸，哇靠，我们这样等于说这两颗出来花不到两颗的期望值，捞回来欸，那就让我帮他拍照一下，两颗，那个小薛我们又可以搞东西了。好，我们这次算是捞到了，来吧，话不多说，立刻成长，太爽，我先拍照一下，两颗浮石，哇靠，两颗最高级浮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帮他塞收藏吧。为什么叫做最强收藏呢？因为他的收藏品很硬，要两个红的，一个紫的。那红的我们之后再拼就可以，红的反而好捡好搞，紫的比较不好搞，所以紫的我们先拿到手。他缺一个统治嘛，然后另外一个之前在白鬼华丽谢幕的时候有压出来，另外一个在这边，这一组无视伤害减免加5。这个是要支配，所以然后我现在做两颗是因为一颗要用身上装备的，所以我们先帮他压一颗统治出来吧，统治制作统治，然后以后啊，像以后的话就可以，以后的话就所有的那个浮石 TJ 啊，我们就点紫色这一颗就好了，就一直不断的点紫色这一颗就可以了，紫色浮石的 TJ 强化能力会很强，到加4+5之后能力只会一整排，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帮他 TJ 这一颗。好的，那我们另外一颗就等之后再讨论看看，我们是要做成攻击型的支配，还是做成防御型的统治，我们再讨论一下。因为支配的话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，攻击型的支配是加双命中，防御型的统治是加双抗。现在这个版本好像晕命比较重要，只要晕到人妖就是把人家带走啊，你撑抗晕撑到再高，你被晕到还是死？哇 ，KPI 达到，我们今天不枉费我们的标题啊！而且是我们现在跟老板说一声谢谢啊，感谢老板。各位，我们你每次都说我这标题党啊，今天不是了吧？我没有做到、啊，感谢大家集气，谢谢白鬼老板哦，神之手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帮我点个订阅，点个赞，拜拜。